要不是因为爸爸，我才不要看到你们呢、啊。他们都是你的弟弟妹妹，就不要再吵了好吗？对，阿姨，爸爸生前最疼的就是他们，我呢，每天都在骂我。爸爸生病的时候，没有一个在照顾他，只有我在照顾他。等到爸爸死了，才来大家面前装孝子。你为什么这么迟才来？我买了爸爸生前最喜欢吃的叉烧饭。阿姨知道，你们三个当中，你是最懂事的。是吗？爸可不这么认为。这个饼干盒是你爸留下的。钱啊？钱你的头脑。开玩笑的。这些都是你小时候的照片。你爸说，他要睡觉之前一定要拿来看，才睡得着。他其实是很疼你的。他是因为怕你学坏，所以才会打你、骂你，对你管教比较严厉。